便宜好吃就会受到好评。不过来看看，如果你最近要买巧克力的话，可能价格是持续来飙涨了。那么主要就是因为西非国家象牙海岸呢，去年年底啊，总统大选之后，整个社会就动荡不安。那么光是过去的一个星期，就52个人死亡。那么当地的战争呢，已经长达了4个月。除了死亡人数不断在上升当中之外呢，这个原物料呢，也就是当地盛产的可可，这价格呢，也可能攀升到30多年以来的新高。